各位同学，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自习室，然后发现呢有两名同学在这边，他们是谁呢？他们正在干什么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个话筒交给这位同学。同学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语言文化专业的于南。我是北京人，那个值此中秋佳节，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学业有成。大家好，我叫徐阳，来自北京。祝大家中秋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孔龙。我的专业是 Business Administration， 我来自福建三明。祝大家在瑞典有好的生活、好的学习、好的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OK， 拜。大家好，我叫冯冠南。来自创新发展与产品管理专业，我是来自新疆的，和 A 大是老乡。还有我祝大家国庆快乐，中秋快乐，希望大家天天开心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昨天9月24号大家给我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生日，我非常感谢大家。还有就是说我和肉姐真的没有什么，这是个事实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高露。语言文化专业的，来自新疆，和冠南我们是老乡。然后祝大家中秋快乐，天天快乐。高毅，我就是传说中 MIRPD 那个专业唯一的那个师兄。好，现在国庆节到了，很高兴还能在这里跟大家度过，可能是我在林雪平的最后一个国庆节，就要走了。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。其实两年了，在这边学会了很多东西，大家在这边肯定不会觉得两年会在那边浪费。学习很忙，夏天时间很长，夏天白天时间很长，冬天白天时间很短，大家会体验各种各样的文化。反正我觉得在林雪平生活很有意思。现在要走了，跟大家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。你们好，我是王鑫，来自福建。我的专业是医学生物学，你们知道应该是在 US 里面上课，所以可能很少机会跟他见面，非常高兴借此机会跟你们见个面。借此机会呢，想祝大家国庆快乐，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，学业有成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同学，接下来我们发现了有三位美女正在这边呢，她们呢就是鼎鼎大名的全体菊花社成员。接下来我们就由我们的菊花社成员向大家问候。大家好，我叫陈果冻，来自重庆，是可持续发展专业的。大家好，我叫王瑶，也是来自可持续发展专业，我来自广州。大家好，我叫高诗文，我来自可持续发展专业，我来自广东。在此中秋佳节呢，我们全体社员祝大家中秋快乐，国庆快乐，天天快乐。大家好，我叫龚优，我来自天津，我专业是工商管理，祝大家国庆中秋快乐。怎么会大家好，我是丁总，来自内蒙古。工商管理专业，祝大家国庆中秋快乐吧。我也是工商管理的，来自四川。叫邓旭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小倩，我来自山东青岛。我在林雪平大学学的是国际与欧洲关系专业，这是我的室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刘俊，我在林雪平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、国际企业战略管理。然后呢，现在就要快中秋，同时也是祖国60华诞，然后我们在这儿祝大家中秋快乐。干你。祝国内的朋友、家人啊，还有全国所有人民中秋快乐，国庆节快乐。介绍一下，孔龙，发小，他跟我住。
他是我房东，我是小弟。哥在这，我把场。终于叫真了，来自河北。叔叔，不要叫叔叔 ，BA 专业。叔叔，八祝大家国庆中秋快乐！这太累了。欢迎大家来我这儿吃饭。天哪，这太累了。姚安林，我来自成都。我是工商管理专业的，祝大家中秋国庆快乐。我叫张思南，我来自北京。工商管理专业的。可以倒过来了。黄瓜，这个虾肯定咸的。啊，咱们先是男生。好，那是右脚绿色。啊，你可以随便选择一个。好的，那咱们接下来是女生。好，那咱们现在的画面就切换成摄像机，然后咱们颜色由安琴同学负责来看管。现在女生的是右脚红色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是男生。右脚黄色。换到黄色，换到黄色。女生右脚黄色。换过来，换过来。男生左手蓝色，左手，你可以随便选一个，左手蓝色。